凯斯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机械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我们的全球用户提供最好的公共机械设备。这里是我们南钢集团思通公司最大的原料气料板，日吞吐量达到40000吨级，比邻我们中国最大的运输航道长江。凯斯华谊装载机通过自己独特的产品应用，为我们的用户提供最好的设备体验，助力中国内陆航道运输的作业效率提升，做出最大的贡献。 凯斯公司提供的华宇式清仓机，给我们斯通公司带来很大的这个利润，啊，也缓解了我们码头的这个清仓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啊，我们跟凯斯的合作呢，从05年开始至今，也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也是我们长期的战略伙伴。我们也经历了凯斯的各种机型，他们的设备对我们的清仓工艺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I'm glad to be here today to support Case in this visit to the customer here. As a supplier to Case Company,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ese customer visits so that we can ge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stomer and what his needs are so we can supply the same heavy-duty quality parts and equipment that they are known for. We 江苏恒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凯斯合作已经超过10年之久了。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凯斯品牌在江苏地区的推广。我们坚信华宇装载机在江苏乃至全国未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